琴棋书画，我牌最强。可以，上来就摸了一个好牌，不能说是龙牌吧，这个牌打地主是没的问题了，还补了一个地赖天赖。这个地赖并不是很好，但是可以超级加倍，两个人互换一杯咖啡，但并不影响我，我还是超级加倍啊。像这种牌上来先打个三，直接出二，直接出大王。我知道他们肯定会扛二，以这个段位的水平来讲，他们一定会扛二。你看着吧，小王，哟，可直接上小王啊！这个人有点急，这个人有点急。我见着九十勾蛋 K 这个牌这样打好不好？并不是很好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现在这样打，别人有可能会要得到。你先打一个六，啊，八，二，给他出一手，他很急。这个扛门的很急，我只给他出一次，看他出的牌是什么牌。如果花里胡哨，直接一炸。连对，花里胡哨。炸弹。啊。快点啊！他想锤我，他想锤我，啊，他不要啊！我靠，我还以为他什么牌，这个牌我看看啊，打个三个二带一，逼他一炸，四个八再逼一炸，九十过单八九，也不太好。那就八九十勾蛋 K， 对，多一手也不太好，还是九十勾蛋 K 吧，这样稳一点嘛，这样稳一点，因为这样我可以最起码四个二起跳，是吧？十张牌给他出，不要让他接手就行了。十张牌我可以等一手，等什么你知道吗？等三对一或者等一对，啊，都可以的，这样会更稳一点。他十张牌不可能一把跑掉，他如果看到了吗？这就是斗地主高手啊！这样的话，我炸弹成底，比你这个冲刺要好多了。哟 ，pass 过九，点击左侧录制按钮即可开始录制本局比赛。无将，四个七十炸还可以哦，三个圈，哟，搞得不错哦。地赖给个二，这个地主死的不要太惨。哇，超级加倍！他给我全无改。哎，不是，不是现在发送头皮发麻，不是这意思，是我等我抽的时候，好吧？你有点捞了啊！哟，皮，先给他一张。要不起，来一个单我。二扛得不熟，咚咚，最高，听话不听音啊，听话不听音，不要，胎笔，想吐我烟灰缸，别闹，飞机，闹啊，哎，你怎么说？两张牌，三九，我还有炸呀，兄弟，我先。我先炸一波，好吧？挂，你应该我打个九，尖二不要，不要怎么说？哟，他有王炸吗？不会吧？哟，倒着了，过要不起，王炸，王炸，不要，我的，贪了，这波贪了。看了、哦、我的天哪，我受不了了，没办法，知道吗？像这种输就没办法叫地主，一个赖子有王炸，可以补了个赖子，两个超级加倍，这种就超级加倍包赢。我看要不要名牌飞机打一波，不加倍，名牌不划算，这个牌不打飞机，知道吧？这个牌上来是先甩什么？先甩一对三，啊，这牌就皮就炸弹开路，外面总共也就四个赖子，对二，对吧？你出，要不起，只给你出一手，花里胡哨我就要炸，出什么三四五，花两个赖子不划算。这样的话倍数就小了，这样的话呢花一个赖子也就一炸不划算啊，这个牌打什么？直接打仗。
哎，不给他出，他出的对二，还有一张单二在这边，我出个七，对吧？你扛二无所谓，让你出，他不能出。这个人一上手我就把他打死，啊，他扛二，他必须得扛二，扛二就出，扛二就出。外面就两个，就有三个赖子啊。我有个二，我还有个尖，外加两炸，我这把怎么打怎么赢，节奏在我手上，他只要花里胡哨就给他一个炸。怎么说？出什么都没用，你现在就看着我的牌打，无所谓。不要，我就明牌给你打，你都没办法。感谢想看老 C 三只手送上的飞机，花里胡哨锤，啊，直接锤，炸弹，锤，别动，啊，叫你死 ，pass， 啊，怎么说？有没有脾气 ？pass， 要不起，对勾，对圈，对吧？对圈，对尖你怎么说？对尖，过，过，哎，二你怎么说？要不起。炸弹，不要过，出十圈你怎么说？接过，要不起接。玩喽，走喽！欢迎来到英雄联盟，没事开始喽。如果出一对，你把他对六拦住了，你怎么办？对吧？这牌我很明显我队友牌好，但是我超级加倍。知道吧？这个叫什么？这个条子就看得好，知道吧？有一双慧眼，这个就很厉害。这把我扛门还是可以的，但是我们最好不要加。不加倍，这盘稳一点。加倍，哎，稳一点。感谢大司马的明媚诺，感谢燕人美送上的飞机。要不起。你炸不炸这个？这个不能炸。不要。这牌不能炸，连对，好，这手把他炸了，让他停，快一点，炸弹，好，我队友炸了，可以 ，pass， 那我可以打一波飞机，你知道吧？哎，我可以打波飞机，哎，这个牌变化比较多，现在地主的奇门露出来了，他不吃对子，六。啊，直接 K， 反手，看他怎么说。要不起，直接锤，要果断，果断，这样的话才不会惊动地主。我来一手溜了溜了，哎，不要，看到了吗？ Pass. 地主没有被惊动，溜了溜了，嘿嘿嘿，哎，如果你炸的柔一点的话，就不好说了。